该在 studio， 然后呢，再就是我也不知道，灵感自己来的时候就用手机先记下来，然后到录音室再把它做出来。也是因为缘分吧，对，然后可能他也特别喜欢还来得及这首歌，然后推荐过去的时候，他就非常想要混这首歌，然后我就成了朋友，然后就 remix 了两版这么好听的还来得及，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首歌。我们俩已经合作4年了，从头到尾都是我们两个人一直在做音乐，所以这种默契已经不能再默契了，特别开心。只有跟他一起做音乐，我才能做出最好最真实的我自己的音乐。我更喜欢 C-pop 有 R&B， 我唱的其实就是 C-pop， 为什么？因为 C-pop 里面包括很多 R&B、EDM、抒情，欠一些就是 C-pop， 属于中国的 China pop。 我想让大家接触到更新的，然后可能在市场上其实大家听不到的很多的一种一些新的东西带给大家，然后也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吧，也算是。今天有特别多，然后《大话西游》谈判官电视剧，然后我的专辑应该也快了，还有 MV， 所以大家都很期待。可爱小的人吗？有吧，我但是现在反正片子都已经拍完了，我也自己不想多说什么。我希望观众可以慢慢的看这部片子，然后去做一些评价，来去学习和接受。我有回看，然后因为我每一场演唱会看完，我都会看我自己的不足的一些地方，然后。特别喜欢他们，给他们唱歌跳舞，他们一起在享受在这种在舞台上的那种感觉。最近没什么有趣的事情，偶尔录录小精灵吧。如果你们喜欢小精灵的话，就来 check 来美国 story。 所有的海浪们真的好久不见了，然后也没有就是说很好的机会能够跟你们每天沟通啊，在一起至少跟大家见面，因为每天都在拍戏。